查理兹·塞隆近日接受杂志《名利场》之邀，与知名摄影鬼才泰瑞·理查德森合作，绝世美女和擅长玩弄色情风格的摄影师泰瑞合作，两人激出了不少新的火花。现场只见塞隆穿着性感连身泳衣，走在午夜街头，呈现出的冷艳高贵光芒犹如暗夜中闪耀的钻石，让人无法直视。而在近日曝光的现场花絮，拍摄过程中塞隆相当放松，细看后却发现有张疑似露点的照片，造成网友疯狂讨论，纷纷喊出经典再现。其实模特儿出身的查理兹·塞隆已习惯裸露，他在电影《魔鬼代言人》《桃色名单》《女魔头》等中都有裸露画面。新浪娱乐为您报道。